者杨兴汉台北报道，新加坡天后孙燕姿暌违三年发片，她的抒情新曲《我很愉快》受好评，包括 Ella、陈嘉桦、范范、范玮琪、郑秀文、蔡健雅都在脸书响应 TAG， 歌词请不要说我疯狂，吐露私下最疯狂的行径。范玮琪透露曾经八天没有洗头，翻摄自脸书。孙燕姿先分享自己的疯狂事，我不爱吹头发，湿哒哒的头发常被嫌弃 ，But I really care。范范则是透露，最高纪录有八天没有洗头，还用吸油面纸吸掉头皮上的油，惊呆不少粉丝。孙燕姿暌违三年多，终于推出全新专辑，翻摄自脸书。向来人来疯的 Ella 也发文，我不爱穿衣服，一天到晚在家打赤膊 ，But I care， 要看我打赤膊的照片吗 ？I am serious， 为好友宣传依旧充满效果。